但在我们下去拍照，我不担心被扯啊、摸啊，那就算了，没关系啊。你要先，你啊，刚刚很像在办一个会拍照会。不会怕，等于算是我第一个公开大的演出。但在我们下去拍照，我不担心被扯啊、偷摸啊，偷摸就算了，没关系啊。对，也不吃亏嘛。有些人他们是，对，他们从昨天在排队，其实很冷欸，很心疼啊。对，昨天才10点。对，如果他们排队，我给他跟他们一起拍个照，他们可以满足的话，那我绝对。绝对是我愿意做的。但如果是你排队，我应该不会给你拍照，因为你看起来不冷。大哥现在穿短裤，这里吗？是不是？这里一张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还有的林刚刚小乐有拍的，他一定拍。小乐的粉丝吗？什么？谁的？他刚刚。这还好吧？那有没有哪一次笑脸你不小心摸错地方？摸错地方是蛮容易的啦，对，毕竟目标物的问题嘛。没有没有。没有啦，对的，摸错也是他会受伤啊，心里会受伤，心里会受伤。最后一件事这个话题可以先停止吧，毕竟目标物的问题嘛。